五块没有，没有。是不是根本就没东西？这不够来回路费。你这脑子里已经，你已经想好了的，我告诉你。什么想好了？你脑子里长的就是我的鼻，你很想清楚的。不要把我想的。稍微慢行不行？不用。哪有风景？你看，我们这回来啊，要过几个省：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安徽，哎，湖北再安徽，我们跨过五个省。哪有湖北？湖北呀。那我们还要路过湖北的呀。这样的，湖北哪里啊？黄梅。黄梅是不是唱黄梅戏？不是，也他们也唱黄梅戏。现在真，他们说黄梅戏是他们的。